这样，进来，小嘴。咱民政府的咱主席，甲咱的副主席，各州的州长。大家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日啦，很欢喜的，在这来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。咱要讲的，因为第一届甲十一届啦，拢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。今仔日啦，要来改一个题目啦，就是财务的概念甲内部控制。要讲以前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讲咱何顾问早起有甲咱讲。伊讲，因个教统计个老师啦，甲因讲，实务上啊，因爱个要做个统计啦，因啊目标确定啊，伊就去找资料，找出来做出来，甲伊个爱个目标是同款。迄阵啊，大家会了解讲。伊迄阵啊，有讲一个讲叫做六十分钟的城市啊，会在做统计，这就是安怎统计来扭曲这个结果，甲实际的统计学啊，咱看讲伊甲扭曲讲因爱的目标啊，所以讲。咱大家会了解讲，真济政府机关咧做啥物调查，因爱个目标是啥物，伊就甲收入遐个资料，甲扭曲来达到因个目的。合适个代志，咱会得看到。请专家做统计分析做出来，讲无去袂煞哩。这个一点。第二，咱头拄咱董教授伊甲咱讲制度甲公义的问题啦。这就是用讲是。咱一直设立这个制度，那无讲内部的控制啦，来做好事到尾无可能达到咱的公义。所以真济咱现在流氓政府伊所设定的制度。因诶，这个司法拢在因去安怎调啦？实际上，咱做那个董教授有甲咱讲，伊有甲咱讲一个讲咱所讲的就是讲迄、那个。主管我们主管咱迄个要做迄个特别会啦，这个法律咱所讲到讲，这个那是法律啦离开这个民意啦这个法律就认为甲人民有违背啦，那安呢这个法律。就是
咱所规定的就是讲，伊这都无达到这个公义啦。所以讲，咱爱特别注意讲，啊，咱民政府所定出来，迄、那个咱人民啊、人民啊、公民权利法案，大家拢有一本啊，在47条里面规定甲足清楚的。咱就是要做一个啊。公益啊，要做达到咱的啊公益的啊目标啊，咱即马甲咱说明啊，咱两个啊，咱的啊演讲者来甲咱讲这个代志啊，我用伊来了解啊，咱来补充啊这个问题啊，咱现在啦，咱今仔日啦，要甲大家。介绍诶，啊，下一页啊，咱主要要甲大家讲诶，就是财务啊，迄、那个啊，做一个诶，一个计策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诶，过来第二个啊，就是财务啊，功能甲这个啊，执掌啊，再来过来讲财务部门啊。成本啊管理的重要性啊，这个是大家咱阿爸那是执政的时，咱这项啊一定爱大家特别注意啦，财务加啊成本管理，咱一定爱啊特别啊注重的所在。啊，咱过来讲啊成本管理加财务啊会计的无同款的。所在，我甲大家啊介绍一下，啊，甲内部控制目的，啊，甲这个区域啊，啊，甲内部控制的啊规范，咱要介绍啊美国沙宾法案，会使予咱做一个内部控制的啊规范啊，咱啊下一页吼，咱今麦要来讲啊，大概啊了解讲在。财务的啊概念是啥物？概念是啥物？咱就是讲，要上有效的理财的方法啊，甲支付啊，啊我们资源啊，这个配合企业甲其他这个技能，咱这个技能啊，有啥物技能？咱讲有生产技能、营销技能啊，甲人事技能啊，甲其他看按照这个技能啊来达到正常啊来顺畅和顺利的这个运作啊，就是要让整个啊来经营的效果要来达成啊。这最大的目的是啥？股东啦啊，财务甲企业的价值啦上大。咱只话要讲所谓股东啦。应该咱啊，依照这个甲比较，咱是啊一个政府的执行者的话，安尼这个股东就是人民，吼、哦，咱要予人民的财富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国家的这个啊怎价值上大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所讲的啊，就是咱财务的概念，哦，下一张。啊，咱即卖要讲啊，要来讲一般啦，啊一般啦，吼、哦，常看到的做财务的计啊架构啦，吼、哦，啊咱所讲的啊分为啊出纳部门、会计部门啊加资本啊这个预算规划，吼、哦、这个规划加专案基金的部门。啊，应该爱分到这四个啊部门来讲，但是这个四个部门里面，我头拄啊我有讲到，咱上重要的就是讲成本管理啊，这组啦，足重要的，吼、哦，因为成本管理这组，咱若无这个成本的观念，咱做出来的效率有达到无？啊，是这个
有达到咱个目标无？啊，是毋是？我顶下讲，咱一颗要做两颗用，哦，有可能无？大家若有心，一定有可能。就是行政单位，大家若有心，一定一颗做两颗用。你若无心，那个花博的，咱看到足伤心的。人民呢，纳税钱啊，啥的乌白开。我咧想，因的想法可能百年年老啊啦。啊，大家知影讲，啥物叫做百年年老？啊，百年年老就要结束啊，慢慢。啊，这点大家应该也清楚嘛，吼。咱啊，本土台湾人有诶讲，哦，百年年老是虾米？结束起啊，叫做百年年老了。啊，过来下一张。啊，咱即卖要来讲啊，财务部门啊诶功能甲伊诶职责啊，一般诶。公司啦，拢我有一个财务长加副财务啊，财务长哦，啊，伊主要的就是要来做这个专案的啊，各项内部各项专案的计划，甲基金啊，这个要做规划，甲调度有关的事务啊，啊，伊上主要的目的啊，就是要利用啊。因啊，这个内部所有的资金，我们这个资金啊，可以充分有效的运用，甲达到组织啊各级的迄、那个啊启程的目标啦。主要讲要达到这个目标啦。啊，透过有效的做啊这个研议啦、研究啊，甲这个议题啊。啊，咱来做财务甲投资的各项啊策略，作为增加组织内啊资金的投资的效益。啊，再下一张，咱即马过来看讲出纳部门，出纳爱做啥物迄类？出纳部门，咱看啊，这就是出纳。啊，出纳就是讲要来主要。日常现金甲机票啊，有关的收入啊，甲管理啊，甲银行这个啊，将诶迄个账户诶往来来做这个出纳有关来对销啊，银行往来诶销，那爱有出纳部门来做，啊，佮爱负责咱家这个啊，迄、那个。供应商甲有关啊，咱的厂商来对上哦，啊，甲伊汇款的事情，啊，佫有诶爱做啥啊？这个咱的一般所讲的讲扣缴凭单啦，吼，扣缴这个啊，咱来做，啊，甲负责这个所得税的扣缴的问题啦。啊，下一张。啊，当然，咱来讲会计部门，咱先回讲会计制度啊，会计啊制度，咱即马讲啊讲会计部门啊，就是讲依照这个业绩奖来讲啦，主要就是讲所有的教育的普及。传票的处理，加会计循环，啊，加定期来编制这个财务报表，啊，这个就是最主要，就是财务报道的分析啦，啊，来和这个有关啊，这个决策者，啊，加这个顾问的咨询，啊，加问题啊方啊，这个解决的方法，啊。咱即马要过来讲
那爱配合外部审计人员的啊稽核啊甲盘点。这个什么叫做外部审计人员？一般内部就是公司内底人，咱称为内部。外部啊，就是咱公司请会计师啊来查销、来对销啊，即个咱个叫做外部审计人员啊。咱这个配合外部啊，这个叫做啊人员啊来判来判点啦，点春会啦。啊，甲这个行政就是一般所讲的，有的咱伫校坡看咧讲，咱都应该收的少，竟讲有3000万，实在敢有影有3000万，咱都爱发这个文啊去问咱欠人的人啊，你欠公司有500万，对啊唔对？啊，你的回函依照这个回函来做认定啊，这个应收的啊，账啊账款啦，应收账款、应收的账款啊，这就是讲咱所说的就是啊，行啊，这个函准啊、函件吼，会办这个手续。啊，甲负责税务机关要做来。协调啦，啊来啊沟通啊，这里来啊沟通啊，解决税务上的啊这里差异。一般来讲，咱的小做好和会计单位外部的审查单位审查过以后，伊会拢会甲咱调整好势啊，才报去和。税管单位来，咱来依照会计师的那个今年赚偌济啊来纳这个税，啊，这是正常的事啊，循环啦。啊，国税局接到报来的财务报表，伊怎落去查来？伊若认为无虾米，一般来讲，咱国税单位有一个叫做迄个国税的叫做电啊，就是计算中心啦，电子计算中心吼，伊有一个资料库，伊这个资料库内底以前的历史的记录，来去查一下去对一下，若有。异常啊，有异常也跳出来啊，这就是把它列为在查核的目标啊。那一般无什么啊异常，安尼就从今年报销就安尼决定啊。实际上，真济生理人足惊嘞，讲我来参加民政府。啊，资料若漏出去，国税局虽然无异常，伊若要讲要查下，这实在就无应该哩啦，吼、哦。咱所以讲，真济生理人，真济动心，拢会惊呀，认为讲伊。经营企业啊，国民党啊，流氓政府用这个步骤来给咱啊进行税务的啊查销啊，这大家可能有的人拢会去碰到，吼、哦，因为你政治现金，你可以较济，咱会使报销啊，你呢？可以啊，较少，伊就讲爱这个凡是历史每年查销的，
的重点，这实在是无公平正义，无公平正义。这所以讲，咱话爱了解，所以咱的内部的资料，我足重要的啊，足重要。好，咱来啊，下一章来看。咱即摆来讲，一般啊，财务会计啦，是伫即个一般啊，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，即个是叫做强制性啊的要求，拢爱经过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，公认的会计原则啦。啊，它有十条啦。咱以前咧讲会计制度啊，拢有甲大家啊讲过，就是讲我常常讲，咱的小惊讲提好 A 会计师来审查审查以后，讲爱纳税啊100万，啊，佮提来予即个 B 的会计师审查了后。伊讲，伊啊爱纳税纳80万，这就是虾米因诶？迄个叫做因素啦，是虾米原因啊？这就是这个问题。吼、哦，一般公认会计诶原则啊，伊诶判断诶误差啦。所以误差，我认为你诶开销应该啊列伫。费用来开销开掉，一个会计师讲：“哎、欸，要哪会使哩？依照重要原则、重要原则，认为这未使做费用开销，爱加列做资产分年来摊销，分年来摊，所以今年会使摊偌济，所以一个。”做费用摊销，我今年摊较少。啊，那去分期摊销，啊，这个就是摊100万，这摊80万。这个是一个，予大家会了解啊，这啊，这个问题啦，这是这个问题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过来讲财务这个报表啦，啊，是要啊财务这个报表要创啥物？予外部使用的人来啊。即个外部使用人包括什么？包括啊，迄、那个投资的大众，啊，甲什么？甲政府机关，啊，甲做咱甲人借钱的银行，即拢要看咱的财务报表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拢依照这个财务报表啦，啊来做啊审查。啊，是毋是要放款？啊，是毋是要啊安怎来啊处理？吼、哦！啊，咱即摆过来讲，在啊财务会计内底会做啊工作内容，啊，这就是讲咱要交易啦、簿记啦、传票来处理啦，啊，甲会计循环啦，甲定期来编这个财务报表啦。那么最后啦。啊，这个财务报表的分析，哦，啊，要予外部迄、那个啊，这个要做会计师的人员啊，来做会计的审查。啊，这个审查啦，一般会计师拢会甲你调整。伊若无甲你调整，伊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无调整，啊，那你要甲收钱要哪会算？有的说、啊、有调整，不才说、欸、我有专业，我不才给你调整、啊、你如果说你做出来你做了很好、啊、会计师也没需要给你调整，他下次说、嗯啊、我给你做就好了、哦啊、这我有这个、啊、因素在里啦、哦啊、所以说那一般所说的都有一种叫做工、啊、工作、啊底稿查账工作底稿，这个工作的底稿啦，拢是安怎？啊，
工作底稿拢是会计师外部审计人员啊来保护自己。吼、哦，我是根据什么啊公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来啊，对呢？啊，即马咱头拄也有讲过，上重要啦啊，先分啊管理组，先分管理组。这个先分管理啦，咱主要先来看伊个主要，就是要负责各项先分的服务先分，啊，甲专案啊，咧投资计划的啊报酬的计算，啊，甲组织啊，甲内部的商业机密啦，这应该是啊，唔是。从强制性的啊，爱公开，伊这是内部先分管理啦，是内部的资料，我无一定爱公开，因为每一个公司伊的成本的决定啊，都、就是咱成本管理组啊，足重要。啊，这都是主要啊，什么问题？因为伊。如果讲一般来讲，组织呐愈大，那么组织的诶这个啊架构啦，啊伊个都诶成本的支出会愈大，啊所以讲成本啊，那一般来讲啊，爱这个干精简吼，干这个要做干净吼，啊个特别爱咱爱重视这个问题。啊，咱即马啊要过来讲产品啊个服务的。定价的策略啊，啊，甲要来算这个啊成本啊，拢有相关啊。一般来讲，企业来经营，上重要就是啥物？定价是一个艺术。我若讲定价是一个艺术，讲诶，我这项物件，我要卖八块，别个公司讲。你卖八块，啊，我来卖七块。搁一个公司讲，我来卖五块。安尼，你为着要经营落去，啊，你要安怎来你的成本来算价，足好势。啊，那卖五块，要会啥哩？真济决策单位啦，都爱提咱成本会计组所算起来的资料，啊，各单位派人来分析，讲咱这个有法度达到五块的标准啊无？啊，咱五块的标准先定落啊，啊，咱生产部门才来进行，啊。要国公道转来吼，咱早期的国营企业，拢老啊，迄、那个流亡政府啊，公营的企业啊，拢爱编预算去支付。欸，啊，咱回头转来看，啊，边啊政府代言。是不是到尾啊？趁钱啊！阿边啊，政府代言趁钱啊！伊是安怎？伊的原则那是伊的啊，这个内部啊，这个要做计算。因为我迄阵住伫二秀大学。我一个啊，我开啊 MBA 啊 EMBA 的啊班啊，拄我一个是台研的啊来诶职员，查某职员来读啊，我伫啊咧开啊管理会计。上完了后，最后大家爱交一份。你读了后，
你把你所学的应用到你的企业或是你的工作的范围，写一个报告出来。这个学生写得很好的，我看了后说我叫他报告，他把这份我送给当时的他的董事长，到尾啊，我把升级来叫来做啊财务部门的主管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成本管理是足重要、足重要。一个公司的发展加生存，啊，咱国讲到顶来，咱的民政府未来拢爱大家了解这个观念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要做甲人民会感受到，哈、啊，安尼。咱的目的都做到，好、哦、啊！这大家啊，大家共同来勉励啦，哈、哦！啊，今晚要过来讲啊，我们下一章好了。啊，今晚资本预算各地的规划部门，啊，这就是讲咱长期加短期的资金的规划。规划啦，啊，要来发挥这个资金运用上大的效率。啊，大家了解，你若有资金放伫遐无用，你若是算损失。爱有这个观念，唔是讲，啊，我都资金真济，我财产啊真济啦，啊资金真济啦，啊我足粗咧，我，啊实际上你爱去运用，吼。啊，要安那去达到讲咱上大利益为主？啊，一般来讲啊，啊，早期啊，商业，在行咱商业。